哎、欸，我只说两个字，还好吧？其实很简单哦，对、啊，小朋友知道他是那个，我们新开放给小朋友，好不好？好好。小朋友知道这一首歌是什么歌的吗？有人知道吗？有没有小朋友？哎、欸、哎、欸，那个算是大朋友哈、啊，并没有人知道嘛，我们算你抢。这个颜值像小朋友。有没有？好，来，弟弟他知道哎，来，刚已经有巧克力的就不要再举手了。这是什么歌曲呢？他说他很在乎。不是妈妈，我不要。不错哎，我刚刚说我只拿他说在乎你。哎，不对，你不要抢，你不要抢。那等一下哦，那个是弟弟吗？对啊，两个来，等一下，妈妈，你偷偷赶快跟他讲哦，这首歌曲是谁唱的呢？我们不可以只有哥哥有，有没有？来，哥哥，你巧克力先拿。弟弟，弟弟害羞。来了。给你，给你。好，来，弟弟，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啊，妈妈来回答。我来跟我。那可以。妈妈帮他回答好了，因为我想说，好好好，弟弟也给他一个巧克力。邓丽君。答对了。那是我们云林非常知名的一个歌手，邓丽君的歌曲。然后我是在乎你来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哦。代表呢，我们斗六市公所呢，他对大家的在乎。哇哦，今天看到我们现场灯会哦，满满满满人潮，然后在。大家可以走走逛逛，多多拍照，然后多多的来斗六圆环哦，来打卡，也在我们斗六市公所的粉丝专页，帮他们多多的来打卡。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对，就是前面这边，我们这个老街上面的这个灯楼，哎、哦，都是好像很多小朋友，对不对？哎，不止在这边，还有我们的那个福德，对对对，都有，好像总共有10000多棵，对不对？比较多棵，今年比较多棵，所以呢，大家呢，哎，这个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但是大家，我刚刚看有人真的蹲在那路中间拍照，有点危险。好、哦，想要拍照大概是要等半夜的时间。Okay, 现在车有点多，以后再跟我们一起去拍、啊。可以。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呢，在这个呢过年的这个假期了哦，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呢，有很多特别都是呢特别回来过年的好朋友。对，而且今年我觉得人潮。特别的多，因为可能不能出国的关系，像从78下来就一路塞到这里这样。对，原本从78下来要开到这里，大概可能20分钟就会到。对对对。可是今天开了40几分钟，我的天啊！对，真的，他人潮还蛮多的。那希望呢，大家新的一年哦，2021牛年哦，一定牛年，可以把去年呢所有疫情要退散，是。然后2021大家都身体会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那是现场， okay. 我们小朋友或我们的嘉宾朋友们，有没有人想要听什么歌？对，想要听歌都可以点歌，欢迎大家。对，那呢，好好。哎，叫哦，青花子，哎，青燕，你就来行哟。哦，刚好我们二五老师这一首很贵，看到二五应该来赛马。哎我，很久没有听到赛马这首歌曲。对，他刚刚说好，好好，我们慢慢来安排啊。今天到8:30，大概还有。1小时，哎，5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时间，我们的歌曲赶快来做安排。哎，是我吗？还是直接云倩老师？他是点那个，好 ，OK， 不要，那我先唱好了。那你先唱，好不好？我今天已经跟云倩老师说，我都要唱抖音的歌，因为会场有很多。等一下，那个谁有年轻的朋友啊，对不对？对，有人点那个少年。可以，我们待会慢慢来做安排，好不好？有小朋友会唱吗？应该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大朋友也很会唱。那呢，在这个时刻上要带来这首这个比较抒情的这个歌曲来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而且今天是我们刚刚说到情人节，对不对？所以呢，要带来这个呢，不是你好过分，你不能因为你没有男朋友，你叫我唱分手快乐。我们今天在这边可以唱分手快乐吗？不太错啊。啊，没有。哎，其实可以啦，但是好听的歌曲是要来分享。那当然呢，好，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也是抖音里面哦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们，谢谢。